大家好，我是林德燕。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早上的9:45，加权指数跌107点，今天卖压很快一开盘就出来了，那其实昨天卖压已经开始很明显的释出，昨天从被动元件开始，很多涨幅大的股票很明显都可以看到卖压开始放了出来，尤其外资在昨天也是卖超的，卖了50几亿，所以明天昨天行情其实已经有透露出这样的玄机，所以昨天我们在早盘强棒出击的部分，我们也说过，没有把握的股票我们停一天，投资股票就是这样，有把握我们再参与，没有把握硬要做反而更麻烦。你看昨天如果贸然下去买，那昨天可能就套住了，那今天大盘一开低，是不是给嗨？好，所以该停、该等、该忍，那就忍一下嘛。反正每天都有行情，你也不怕没机会。那等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再出手。那今天强棒出击一样，先停，再停一天哦。因为今天这个盘间是更乱，一开盘就跌了100多点。昨天欧美股市的部分，欧洲大跌，拖垮美国。昨天欧洲的部分跌幅都超过1%，其实1%你说算重挫啦，可是也没有说到很严重。昨天欧洲的部分主要什么原因？主要是意大利跟西班牙，意大利新的组阁没有办法顺利组成，所以要求重新改选。那西班牙这是意大利的部分，意大利是欧洲第四大的经济体，仅次于德国、英国、法国第四大的，所以这影响很大。那西班牙也传出可能会提前改选，所以这种政治越不稳定、越乱的时候，对于经济、对于股市都是很大的伤害。那欧洲的大跌为什么会拖垮美国呢？那本来全球之间互动，这也是势所难免哦。昨天欧洲的银行全部都大跌，尤其是德意志银行，德国最大银行也是欧洲最大的银行，那昨天跌幅超过6%。上个礼拜我就跟大家讲过嘛，德意志银行全球要裁7000人，那个业绩都很不好。那德意志在美国也有挂牌 ADR， 昨天德意志的 ADR 大跌超过6%，所以把美国的银行股昨天也拖垮了下来，平均跌幅都到3%、4%。所以昨天大摩就是 JP Morgan 不是 JP Morgan， 摩根斯坦利跌更重，摩根斯坦利跌5%，是所有银行股里面跌最多的。那本来银行股在道琼工业指数里面成分是比较大的，加上石油股昨天又跌这次石油跌很重哦。这边有个华金当跌，我给大家看一下油，因为石油在美国的公司里面也是一个大的族群，也是一个重头戏的族群，所以如果石油股跟银行股跌的话，那个整个指数会道琼工业指数被它拖垮，有看到从72一下跌到67这跌得很快啊，所以石油股在昨天表现也很弱，那这是让道琼工业指数昨天大跌的两大拖油瓶。那反而科技股，你看纳斯达克 0.5%， 费城半导体 0.7%， 这个才是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科技股跟半导体的部分。所以照理讲，以美国昨天的表现，主要跌银行，主要跌石油公司，对台湾影响是较少的。可是台北股市也跌了116点，因为很多人都看表面，没有像林德燕一样看到那么深入，所以表面的东西就会吓死人了嘛，对所以看到美国欧洲都跌那么多，今天开盘之后很多人就会砍股票，那其实台湾影响其实是没有那么大的，因为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昨天表现是不错的。好，昨天美国股市里面我们来看苹果昨天只跌 0.3% 而已，一点点而已，脸书还涨，那跟台湾比较有关系的 Tesla 昨天也涨，美光涨更多，
美光你看 Intel 才跌 0.2%， 微软跌 0.3%， 这个都是跟台湾比较关系密切的，影响比较直接的。应用材料昨天也是涨，所以照理讲，你用这些科技股的同步性来看台湾，台湾肯定应该是也袂歹个丢。所以今天跌了119点，可见很多人不是在看那么深入，看的都是很表面，看到美国、欧洲跌有人抬股票啊，这很正常啦，人的心理是这样子。可是我们真正在做的，我们要推敲到细节的部分。昨天最强还是美光，美光昨天最多大涨到4%，那再创新高，再创18年新高，再创18年新高。美光五月份的涨幅已经来到36.2%了，已经来到36.2%了。那这个对于谁最有利？对低润最有利啦。所以照理讲，华邦电、南亚科应该都是受惠的啊。可是很多人在看的时候不会看到那么细，反正一危险他就杀啊，这也合理啊，这也不能说人家错啦。因为每个人他愿意承受的风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嘛，对不对？看到欧美跌，第一时间就砍股票，大有人在嘛。啊，我只是告诉你，美光在创新高，理论上对于南亚科、对于华邦电都是正面的。你看今天南亚科一开低之后，就可以给抬出来骂熊熊加去，现在已经回上来，剩下跌1.9%。那华邦电，目前是跌4毛钱而已，4毛钱其实也多啦。那当然，我们操作上一定要有风险意识啊。我今天也跟会员讲了哈，我们是17.6、18.4买上来的，我们停利连锁在这个卡华宾19.8。如果19.8没破啊，继续来破也无要紧。那如果真的19.8这个箱型平台也破掉的话，那该收就收嘛，反正赚钱也没什么好怕的，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都守停利点。啊，今天旺宏也不错，好，反正旺宏是比较强的。旺宏外资还是持续加嘛，昨天外资还是小卖啦，不多啦，287张而已。前天是大买，南亚科昨天外资是买了2046张，反正南亚科外资的琢磨是比较多的。那旺宏今天表现是比较强的，在记忆体的部分提供给大家注意。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受到欧美的大跌，亚洲股市你看今天开盘也是蛮弱的，这个跌幅都蛮多的，尤其大陆啊，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今天一开盘，上证已经跌了1.4%，深圳更跌到1.9%。我想今天报纸大家应该都看到了哈，川普又提500亿的关税问题，关税商品。那川普会怎样消笑？一下子又好，一下子又翻脸，很讨厌。那其实这是一种技巧，这也是一种谈判的对他有利的做法。因为上个礼拜美国他是派人到华府去讨论美中贸易的问题，那谈的结果对美国是有利的，因为中方做出了让步。那还没有结束嘛，对不对？那接下来6月初换美国要派人到中国大陆去谈判，那美国实随之位啊，他希望在下一次的谈判能够拿到更好的条件，所以在谈判之前他又开始大张旗鼓的又要课这个又要课那个又把门槛再度拉高上来。我想这些做法他也不是真的要那样做，而是要拉高对他有利的筹码，以利于在六月份谈判的时候能够拿到更多的一个条件啊，这点大家看有可是光是那样恐吓，已经让今天大陆股市已经惊了，已经吓到跌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大陆股市很弱啊，大陆股市弱对很多人来说，那个敏感神经就会影响到啊。所以台北股市间也跟着一起弱下来，这一点大家要注意。好，那之前我跟大家讲过我教过你们一个时间密码的部分。之前有教过你们时间密码部分，有吗？依照台北股市最近这半年来都在走25天的循环，25、25、13、24、13、23、24，好，拢会行25天、24天的循环。那其实以这一天第24天守年线，我说年线必守上，
哎，真的上来了。那你依照这个时间来看的话，依照这个时间来看的话，来，我们来数五，那来顺化嘛，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昨天就第23天了，所以昨天已经是第23天了，所以依照时间密码计算，今天蹲下来，本来就是对的嘛，因为时间已经到了，23天已经到了，好，所以今天蹲下来，你要有那样的一个隐忧。你要有那样的一个担心，所以指数接下来依照时间密码的一个计算，要再攻出去，其实空间是受限住的，哦。但是个股有个股的行情，你只要避开涨高的、业绩烂的、投机的，那往底部的股票、安全的股票去做投资，啊，去做选择。但遇到行情在跌的时候，尽量等低阶，这样也会来的比较好一点。那暂时。月线跟半年线铺在下面的时候，同时六月份台北有电脑展，这个有利多在后面，所以你说马上直接下去，我个人觉得假不是这几天会搭家来在睡，会在月线跟半年线之上继续维持它的一个箱型，哦，可是电脑展过后可能你就要担心一点，啊，你就要小心一点，哦，选股上要更谨慎，涨太高的股票都尽量不要去碰，这是大盘部分给大家的一个分析跟建议。好，今天行情的部分，我们来看今天行情的部分。那今天其实看个股啦，有些个股还是蛮安全的，可是涨高的股票就要很小心哦。像彩晶，昨天外资还是继续加码，昨天外资又加码彩晶4451张，哦，所以你要接的话，这种股票压回来。我想低阶还是安全的，我们强棒初期之前在推荐的时候是在9块钱，现在在 9.2， 最高来到 9.5， 哎嘛，啊你嘛要5%呢，嘛超过5%呢，嘛袂歹啊，对不对？旺宏今天也是涨，你看我们之前在推荐旺宏的时候是跌45块，然后涨到50块，嘛6-7%跌嘛袂歹啊，啊也不错啊。长虹这也是没受影响啊，外资昨天继续加码1551张，一年赚15块的公司，你要叫他拔到对打去，本比才6倍而已。润泰拳今天有稍微蹲下来，7毛钱也不多，这个去年赚15块，今年至少赚个10块钱也跑不掉，本比也是只有4倍而已。所以你看找这种股票，我找的都是安全的、业绩好的，要做到影响其实也都不容易了。啊，是我选股上面我比较在意的东西，比较在意的一个原则。玉龙汽车220，玉龙汽车也不过才跌1毛钱而已，对，底部的绩优股啊，这个报告前面啊已经跌好深了，目前在做打底的动作，月线跟半年线同时在23块钱到 23.2， 这里就是一个好的机会点，安全，未来又有补涨机会，外资也是持续一直加嘛。好，我给你的股票你用的当放心，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哦，这一点你可以特别注意。好，那2317的鸿海，好，鸿海今天也是很抗跌，接下来据说，哦，明年所有 iPhone 手机都用 OLED 的面板，那鸿海是组装的大赢家，昨天外资还是继续加码鸿海4187张，涨更小不会，但鸿海之前这么大的一个套牢，马上要给是不可能啦，下来落第二只脚之后再走机会是比较大的。8429精力，哦，你看今天还是翻红嘛，对，今天也是继续起啊，那也是继续起啊。6180的橘子今天开了地盘之后，哎，马上又翻红上来了。好，哦，可是指标在修正，行情会震荡，卖去堆关，尽量等低阶啊，尽量等低阶，因为指标修正的时候，价格是供不出去的。哦，你要操作可以区间差价操作。哦，所以选股还是重点呐，啊，啊，不要也不需要说一竿子把所有船都给打翻掉，啊，不哈败啦。哦，指数的部分，如果你有操作台指期的话，我刚刚对台指期的分析，哦，提供给大家参考。那个股操作完全看个股的表现，你看今天
锂电池的部分就不错，二线的电池厂跟电池材料，美骑马、康普，哦，嘉白玉今天都不错，但这个也跌很深了，跌深反弹，所以最近这种跌深反弹的股票此起彼落，哦，所以你不要去买那种涨很高的，往底部的股票去找，但最好是北比越低越好，安全度才会有。那神盾，哦，这是跌很深，最近开始在做落底了，我觉得这个落底下来150以下应该都还有机会，因为每年五月份神盾的营收是属于低标的，所以在营收发布，下个月营收发布的时候，神盾应该都还有让你捡便宜货的机会。今天国巨就很弱，啊，国巨一跌 5% 之后，整个被动元件间相对的卖压会来的比较重，爱注意，这东西已经起伤关系啊。好，今天光学镜头的部分也是相对比较弱的，那其他就还可以，那反而你可以特别注意到整个离岸风电的部分，因为六月份哈，哪个六月又有一波离岸风电的招标，那这次是竞价的，啊，所以休息一段时间之后，离岸风电有没有机会做一波反弹？我想是可以值得留意的哦。昨天外资继续大买台泥，昨天外资继续大买台泥，又买了7087张，买超第一名。水泥股这次蹲下来之后，随时会反弹，啊，这些个股提供给大家参考。今天强棒出击，再休息一天，啊，等林台燕有把握的时候，我们再来推荐。做股票的时候呢，有把握我们再做，没有把握不要强求，啊，不要把自己推向高风险，这样就没意义了，哦。下午节目我会准备更多的内容来提供给大家，帮助大家有赚大钱的机会。那我们技术班的部分，六月份开课，全套课程30年的实战，啊，全套课程30年的实战，啊，想要学技术的，林台燕30年的技术，啊，为您做加持，啊，可以打电话进来了解整个，啊，全套技术班的一个过程。那报名专线02-2392-3988，02-2392-3988，我们下午见。本公司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